你确定不跟我成亲啊？宁兄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难不成你要坑什么？我打听了一下，听说这个德惠小姐容貌美丽，且在各地行善积德，深得陛下看重，才给你们赐婚的。侯爷，快把衣服换上，没有时间了。是啊。 表哥，大人，我不会穿的。这个亲，我也不会穿的。宁轩，你确定不跟我成亲啊？ 这位德惠小姐，无论有多好，在臣的心里，都比不过季曼。这个德惠小姐，你必须要娶，你自行回府吧。大婚之前，不允许踏出府邸一步。去吧。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吗？宁轩为了你，都要抗旨了。陛下，这么长时间，民女之前对陛下的承诺，我从来不曾忘记，也不敢忘记。为的就是有一天，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他身边。 所以民女求陛下成全。朕不是已经成全你们俩了吗？德惠小姐就是朕给你的封号。谢陛下。你没有让朕失望，所以朕要给你们两个一个大惊喜。